你给我的喜欢会爆火吗？必然的。我们会四搭吗？三思而后行。你问一个我三思。今年会暴富吗？这个压力暴富、啊、不要被情绪左右。好的好的，一定不被情绪左右。我今年会暴富吗？一年之后这件事情就没有那么重要。他没有否定。哦，好痛啊！一年后我就不在乎这个事情。不是，有了之后就没有这么重要了。能跟着王姐一块富贵吗？一年后。相信你最初的想法。能。能。